风而止之歌，正是你。这个门一一离去，灾区民众的伤痛逐渐平复，可是灾区的重建工作进入缓慢，至今尚未恢复元气。而这片脆弱的土地要如何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呢？这是人人关心的重大议题。向阳公司一直关注这个问题。当屏东县政府的扬水重电计划适时提出时，我们即刻积极响应，向阳公司决定回到屏东，跟农民。